哇，结果这个球打到了左半边，还在背，看着球，桃园王又开轰了，回防落空，两球两坏球，回防落空，三振出局，留下了两个垒包的残垒，单局杨耀勋呢投出了两次的三振啊，久违了五个赛季，看看他跟林哲轩。哇，但是这一下还是被打了一支安打，这支安打还丢康一路滚到全垒打墙，一垒上的跑者又回来，而且郭布林上三垒 safe， 三垒安打都出现了，而且这一支安打是他的300安。右半边直接把这个球轰上去了，砸防队补球145公里，将打击的高国辉给三振出局，砸防队补一样将代打李义雄给三振。打到外野的一个飞球还是很高，还在飞，看着球有没有机会再飞啊，到了全垒打墙前跳起来越过去 home run， 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，右外野手往后，但是慢慢停下脚步了，哦呦，哎呦，没有跑到位啊，哇，这是有接到啊，虚惊一场，高国辉绕场一周。这个球投手自己接住，打得还不错，但直接被投手拦下来，形成两出局。三游接，这个球又被非常挡住，起身 ，nice play， 再来一个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，三上三下，双方。